为什么让我走？还有没有别的方案？按计划行事。你把刀放下，明天就能去上班了。你别回来！你别回来！你别回来！我跟你，我李想，我不干这事，我滚！好好好，你冷静点。这段时间我是不在村里。 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啊，有什么委屈说出来，有什么要求可以提，咱别为难孩子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换我也行，哥现在是刑警队长，你他好使。战战环境，杀人偿命。你说的道理都对，但咱活着把事办了不好吗？是不是？好好松开点，没必要非得死。再说了，冤有头债有主。 你找那高启强，跟他的恩怨你找他去，你别难为孩子。你看你们淋了半天了，天儿，让他把衣服披上，别冻着。啊，听哥一句话，来，一句话给高启强说，你看他行不行？行，你要愿意，我就去找高启强去，要打要骂我不干涉，都随你，行不行？哎。 高启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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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启强
你好好想想，小的时候他们都欺负你，是谁帮着你啊？他们都不理你的时候谁陪着你？哎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在这棵树上，你把那球哎就踢到那个树杈上，你够不着，你让我给你帮忙，我费好大劲爬上去，脚一滑啪掉下来了，躺在医院半个月，你天天给我送糖水，都忘了？两个小哥，哎，青儿，想起来了，我以为你真把响哥忘了呢。青儿，听哥一句话，哥这是帮你了，啊，把刀放下，哥要是查出来。这事儿跟高启强有关系，我亲手毙了他。相信哥，哥一定给你做主，啊！哥，毙了他！毙他！毙了他！毙他！来，把刀给我。赶紧，都交给他们！